日前，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大队二中队民警陈新忠和同事在红旗大道红环路口进行例行检查时，突然从一旁的一辆小轿车内传来一阵哭喊求救声。原来是一名女子因为丈夫在路上对其进行家暴而大声呼救。陈新忠和同事立即上前询问，执法记录仪记录了整个交涉过程，一经网络发布，其执法行为立即引发网友广泛称赞。我老公就是他有家暴，今天又莫名其妙对我家暴。你懂不懂法律？先出示证据。堵住了没有？不出示证据怎么着？110。先出示证据。报警，你是交警。你先出你的驾驶证和行驶证，先检查你证件，出示证件。我出示证件可以。我现在有公民在向我们求救，请出证件。我违法了吗？先出示你的证件。问你，我违法了吗？不然我对你采取强制措施。我要对你采取强制措施。我违法了没有？我问你。有人在求救。有人向人民警察求救，我就依法我叫处置，请出示先出示你的证件。你警号多少？听到没有？070588。你警号多少？出示你的证件。070588。这段执法视频一经曝光，立即引发各大媒体和网民关注。截至3月23日，这段视频内容在微博阅读量已经高达1.3亿次，网友纷纷表示称赞。070588这个警号也火遍全国。面对突如其来的走红，民警陈新忠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换做其他警察执勤时一样会这么做，自己也只是本职之举。我想这一事件只是我日常执勤执法过程中的本职之举，却没想到引来这么大的反响和广大网友们的纷纷点赞和热评。我只是千百万人民警察中的一个缩影，一份子。陈新忠还表示，网友的点赞和好评也代表了人民群众对警察的期望和信任，在今后的工作中，他还将继续忠诚履职，规范执法。网友们的点赞热评就是希望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希望我们人民警察能够挺身而出，能够义不容辞的依照法律规定上前及时处置。在这个接下来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做到忠诚履职，规范执法。